有时候拿指甲刀，没有指甲刀，直接拿手抠。手抠的，那够狠的。你看这么大个劲儿，不疼了吧？舒服了吗？有点吧。那就这里抠的留了这么大一块指甲在下边，就这块指甲。哦。你看下面挺大个窟窿。哇。你看这，这么深个窟窿，看清楚。看到了。嗯，好了，修完了。